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来看一下课本，16页，倒数第一二三四，倒数第四行。上次讲到那么这个见到老病死及沙门，那这个次序大概是这样啊。那这里是在说为什么要说般若波罗蜜，然后说到释迦佛有所谓的八相成道啊，有入胎出生，然后来自于这个跟人一样的这种种的这些事，那就讲到这释迦佛这一生的视线。那这里说到我们来看一下黑板他说上次讲到他四次出游那前三次是见到老病死，第四次的时候见到农夫耕田，那么体会到众生的苦，然后又见到沙门，这个时候他开始发所谓的出离心所谓出离心就是要出离这一些种种苦的心，然后才后来有他所谓出家的这些事。那我们可以看这个课本这个黑板那之后回到王宫之后，这个时候开始他想要出家，因为他看到沙门那沙门是要出离这些三界的苦的那么去修行的，所以他回去就跟净饭王说说他要出家那净饭王就跟他讲说你出家这个是不对的因为你弃国出家抛弃了父母，抛弃了国家，那么这个是不应当的非法就是你这样做行为是不对的，你不应该有这样的心。那你看那个悉达多就是世尊跟他的父王回什么，他说他讲命，假设父亲他说这个你能够保我有这四件事，他说命长存不死就是说假设你能够保证我的这个生命都不会死那么我一生都没有病，而且我也不会老因为他现在过年轻的生活，那么生命是很短的，就算你想那个时候释迦佛假设那个时候悉达多没有出家，假设那个时候悉达多没有出家，现在也死了2500多年了，然后他什么也不是他无尽的轮回中跟我们一样只是某某地方的某一个人也许是男的，也许是女的，或是甚至某某地方的某一条狗、一只猫、一只虫六道轮回就是这样嘛，或是某某山里面的一个鬼或是天上的某一个天王不过就是这样，就不断的转。如果假设悉达多没有出家修行得成就还有得成就那么现在他已经死了，至少假设是畜生道的话，那么很快的那么有些是一天两天，有些是一年两年有些是一个月两个月就不一定。那如果是鬼道跟天道的话那就比较长一点但是那如果做人如果每一次都来做人每一次都活100岁了，也死了25次了2500年，假设每次都活100岁了也死了25次了，那这中间也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痛苦所以他说假设因为他见到老病死嘛，所以他就跟他的父王说，假设父王能够保证我永远不会死，永远不生病，永远不会老那么而且我现在所拥有的重具，
我现在所拥，因为他做王子嘛，他拥有权势，拥有地位啊，拥有一些才智啊啊，然后就是拥有的这些都是美好的，现前看来都是美好的。那么他不损减啊，就是他不会变没有啊，而且他也不会变差，好的东西不会变差，已经有的东西不会变坏啊。那么好，那我就可以不出家啊。那国王跟他讲啊，那你讲的这四件事啊，不要说我没有人，我不能保证你一直拥有，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保证你。好，那么这个既然是我未来要面对的问题，假设我现在有一个病，那个这个病它预定在十年后会发作会死，那你怎么不让我这十年去找一个医病的医生或医病的药呢？啊，那么你说你这个病还没发，等十年后发作了再来说啊，那你现在就是要好好的啊，你要照顾这个国家，你要照顾这个家庭，你要尽人尽孝道，你要尽什么啊？那现在是我这样做了十年之后我就要死了，那么有谁能够让我不死，有谁能够让我不病啊？假设来我们有一种病，这种病是十年后会发作的，那么你是不是会在十年里面想尽办法去找医病的医生跟医病的药？一定是这样嘛。那现在是悉达多看见老病死这种状况一定会发生在他身上，是一定会发生哦。但是如果你说十年后，那你还有一个时间十年去找，但是这个老病死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也许明天就来，也许下个礼拜就来，也许一年后就来，那你还不赶快去找可以治疗这种，就是让他以后不可以不再发生的这种药，那你什么时候去找？你现在不去找，那你什么时候要去找啊？所以你看啊，你看这个他就跟他讲啊，这个国王啊，你看哦啊，我们来看这个过程啊，就是说一个人发了出离心，那么他为什么要发出离心？他要出离什么？我们常常讲出家就是出离这个烦恼家啊，出离这个轮回家啊，三界嘛。那么基本上来讲啊，就是国王，这个是净饭王啊，就净饭王就是他的父亲啊。他说你说的这四件事没有人能够保证，其实也没有人能够保证啊。然后他就跟国王讲啊，悉达多就跟国王说啊，他说那么我现在在被烧的房子里面，五蕴炽盛，我们住在这个房子，这五蕴炽盛它不断在烧，无常嘛，它瞬间瞬间变化，一下子什么时候没有了不知道啊。后来法华经不是有三界火灾吗？啊，你看那一样啊，啊，被烧者三界如火灾，是这种概念。如何不听出？我现在在被烧的房子里面，还没烧到我，看一看就要烧到我了，你还不让我赶快出去这个房子，想办法出去这个房子。那么我现在如果不找一个方法离开，就是怕看怎么样不被这个火烧死啊，这无常火。无常火不断在烧啊，啊，五蕴炽盛，无常像火一样不断在烧，不断在烧。那我们中国的习惯这样讲，无常大鬼，无常是一个大鬼啊，随时拿着这个锁链，不知道什么事要来找你啊。那么不期而至嘛，啊，无常大鬼不期而至，没有跟你约好他就来了，这是我们中国习惯的说法啊。他这是无常大火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烧到我身上。假设我现在不找到方法离开这样的房子啊，就被烧死。那么等到火已经来了，烧死的时候，那个时候又有什么用啊？那个时候就没有用了，火已经烧来了，已经烧到身上了，烧到眉毛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你才要去找方法，才要逃，逃不掉了啊！不能等到那个时候啊，不能等到那个时候啊啊！所以死至，等到死了，无常火已经烧到了，要死了。这个时候你在那边哀怨，在那边哀叹啊，在那边后悔都没有用啊，又谁能够帮我？那个时候净化王也不在了，啊，等到他老的时候要死的时候谁都不在了。以前你以为可以靠的，你是皇帝啊，那么你有很多的子女，孝顺的子女，你有像金山一样的财产
啊，你的黄金像山一样多，啊，不管你有多可靠的东西，你的名声、你的地位，啊，那你的子女、你的财产，啊，那么不管是什么，是现在世间给你靠的，啊，那么都不可靠，都不可靠，全部都会离你而去。两件事，要不是你先离他走，就是他先离你走，就是要不是你离开他，就是他离开你。啊，你离开他就是你死了，他离开你就是你还没死，但是你已经失去了，失去了名声，失去了地位，失去了财产，失去了健康，啊，他离开你，或是你离开他，啊，你的孝顺子女也是一样啊，他很孝顺，都不会离开你，到你死之前都不离开你，你死了他还是要离开你，啊，那不管你现在所靠的，啊，我们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啊，生病靠医生，好，反正。我们这个世间都要依赖，依赖很多很多，但是所有的依靠都不完全可靠，都不就近可靠，啊，你要知道，所以唯一可靠的就是三宝啊，其实基本上是就近归依处嘛。我们来讲归依，就近归依处就是我们唯一能够真正可靠、就近可靠的，其他世间的是暂时，在某种状况下可以依赖，比如说你生病的时候。啊，你可以依靠医生，啊，但是你还必须要找到良医，你找到庸医，那你就很麻烦了，啊，那你在家可以靠父母，父母老了，啊，小时候靠父母，那父母老了，啊，那也你也没办法靠他，因为他自己啊自身难保，啊，那么种种啊，不管我们什么，我们读书要靠老师，生病要靠医生，啊，那么这个我们这个治安要靠警察啊，反正就种种了。这个世间，我们发现我们不断啊，好多事情我们都要有所依靠。但是在老病死这件事上，你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佛法僧啊，你唯一能够依靠的只有三宝，特别是法啊，佛说的法啊，那僧教导啊，引导你怎么样获得这个法。除了这个之外，除了法之外，没有可以就近依靠的。那法是要有佛和僧啊，那么来教导的，所以我们才会说三宝是我们就近的归依处。所以假设我们不以正法来离这个老病死，那么等到无常火烧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再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啊。后来他想来想啊，就有一天啊，据说是十五了啊，月圆月啊，因为南传的说法就是月圆月，月圆月出生，月圆月出家，月圆月成佛，月圆月入涅槃啊。那么也，欸，不是月圆月，他是中月了啊，但是不一定是十五了，但是就是半月啊，半月他是十五的时候啊出生，十五的时候成佛，十五的时候入涅槃了啊。那出家不一定是十五了啊，没有讲十五。啊，但是中夜啊，半夜，那么出皇宫啊，那到啊，这个在十三夜的时候里面也有讲到这件事啊，我们把它合起来讲啊，到伯切婆的仙人，这个是苦行人啊，这上次我们有说过，那看到啊，这很种种的苦行啊，只是吃树叶的，吃水的啊，不吃的，那么用水来净身的，用火啊，然后试火的让。是这个火神让这个火啊带来功德的啊，那么他发现这些都跟他不相应啊，所以他住一夜他就离开了，然后他说精勤求受身啊，这些人基本上主要是升天的，那么修种种的苦行能够升天，他说你精勤求受身啊就升天，那么生以会当死，升到天上没有多久还是要死。虽富未于苦，虽然你害怕这个老病死的苦，但是你终究会死，而沉没苦海，啊，你还是在生死苦海里面，那么没有办法出。所以这一些修行，基本上叫做无益无力。所以《阿含经》后来常常讲，啊，很多苦行无益无力，没有意义，没有利益，这样没有什么道理，啊。那么戒禁取啊，基本上就是要远离这种无益无力的苦行，无益无力啊的苦行的修行啊。
没有意义啊。比如说啊，举个例来讲啊，比如说你把身体浸到水里面，恒河水里面，你就可以除罪。你念个什么除罪咒就可以除罪啊。然后你用火啊，那做个什么仪式啊，你就有什么功德啊，这些都没有意义，没有意义。那你杀牛祭祀啊，升天啊，那么不但没有功德，还有罪业啊。这个有些不但没有利益，而且还有害；有些不但无利，而且还有害啊。那先要避开这一种无益无利的修行啊。那么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这个看看现在的佛教界，其实很多都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修，因为古代传下来就这样，祖师大德就这样教，我们也不知道这样做是为什么，但是我们就这样做，那做了也不知道能得到什么，那么总觉得应该有，但又不确定有，啊，那你又不知道，那我不这样修要怎么修啊？比如说啊，举个例来讲，比如说啊，那有些人认为，那么。这个我临命终的时候啊，那不管你有没有念佛，那盖个往生碑，那么这个人啊就可以得依这个往生碑的力量得以往生这个极乐世界。好，那么这件事后来影响很大，影响到几乎不管你是佛教徒不是佛教徒，甚至是动物死掉了，猫狗死掉了，都要跟他盖一条往生碑，后来就变成了一种习俗。那么你不做的时候你又觉得怪怪的，但是要做的时候，你懂得佛法的时候又觉得好像这样也不对啊。但是不做大家都这样做，你不照着做又觉得万一有怎么办啊。 那好像烧纸钱也是这样，以前烧纸钱也是这样啊，人死了要烧很多纸钱。那么即使你学了佛，你是佛教徒，那么你不烧的时候又觉得万一有呢，那他不是收不到啊，那你又觉得不烧好像不孝，可是烧了你又觉得从佛法上来讲他不可能收得到啊，他又不一定做鬼，做鬼也不一定收得到，而且收到了也不一定能用啊。那么但是这件事情就是你终究因为你也不清楚，所以你只能照着做。好，现在我们的修行很多都是这种状态哦，我们的修行很多这种状态，就是你也不知道这样修到底会不会得到你所想要的那种功德，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做，但是只好照着做，就这样一天一天，一年一年，你就这样照着做，那会不会有没有要等死了才知道，因为你平常也感应不到。好，那这件事情就很麻烦，就是说大部分的修行人、哦、不管在家出家、哦、很多是在这一种状态下、哦、啊，我们先不讲它有没有意义，有没有利益，就是你也不晓得它的意义在哪里，你也不知道它的利益在哪里，你都不知道啊。那你是希望它有，但是也不确定它有没有啊。那这个事情你要好好想，你如果修行是落在这一区，就是大家都说有，你也以为有，但不确定它有没有，从道理上说起来好像又讲不通，但是很多事情是我们想不通的啊，所以我们不要想那么多，我们就照着修就好了。我告诉你，你这样的观念，你没有办法让你得到真正的智慧。你要好好想这个问题，因为我发现很多不管是在家出家，他有时候修行他就是这一块，就是那以前的人都这么修，那某某某某大德这么教啊，那大家都这么说啊，所以佛陀有讲嘛，不要因为权威就相信，不要因为传统就相信，不要因为大家都相信你就相信，你要好好去研究为什么是这样，那这样做的 有功德有作用的道理在哪里，合不合乎道理，要想这个。当时释迦牟尼佛去苦行林的时候，这一些人都是有修行的人啊，这个跋伽婆仙人是当时的权威啊，所以他才会去嘛啊，因为当时一个修道的权威跋伽婆他修得很好，所以他才去跋伽婆仙人那边要跟他学。那周遭那些人全部一大堆修行人都是苦行者，苦行的方法不一样而已，但是
他们的观念都是我这样努力修苦，我以后就可以离苦。为什么你现在受苦，你以后就会离苦？这个道理是什么？那你现在受苦，可以升天，升天以后就永远离苦，何况你还不一定升天。那为什么这样做可以升天？苦行就可以升天吗？所以后来佛陀成佛之后，很多时候对在家人讲四种正见，他就告诉他施戒升天之法。你看，布施持戒才是真正升天的方法，不是你刻苦，然后你修苦行，你只吃树叶，你只喝水，你浸在水里面啊，你每天保持这个火燃烧啊，不是这些行为，不是这些行为。你看释迦佛成道之后，最先啊，当然要跟无比丘讲那个是怎么得解脱的。对在家人，很多就假设你想升天，你不是持咒，不是天天拿个牛奶去供养湿婆神啊，他们那个时候很流行这个嘛，啊，就用牛奶供养湿婆神啊，供养梵天呐、啊，啊，那杀牛供养这个恒河女神啊，我们就觉得，然后这些神就加持他，让他可以升天。佛陀说这一些没有意义，没有利益，真的。你要我们修行现在也是这样哦，不管你要往生极乐世界啊，你要升到药师佛的琉璃光净土，你要解脱，你要成佛，你都必须先知道它的原理是什么，它的方法是什么，然后这样修的功德是什么，为什么，你一定要了解这些东西。那么你了解这些东西，你一定要从佛法上，因为释迦佛有说了啊，就是说他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修，这样修的原理是什么，方法是什么，那么这样修成就之后，你会感应到什么，感受到什么。比如说他告诉你为什么要修禅定，因为禅定可以离欲，你也不会不受欲界的束缚。那你禅定之后你会有什么功德啊？比如说初禅啊，他就是寻视喜乐一心，他很清楚的明白跟你讲，你这样做了之后，告诉你第一个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这样做的用处在哪里，不这样做的用处在哪里，就是你这样做有什么作用，你不这样做你就会怎样，你做了之后你会有什么利益啊？比如说你修行，他会告诉你啊，这个要修禅定，为什么要修禅定啊？修禅定之后你初禅你会感受到怎样的心境啊？你二禅会感受到怎样的心境，你了解了之后你真正去修，发现哎，我照释迦佛的修法，哎，真的就到了这个地方，我就没有欲界的烦恼，到了这个地方我的心就改变了，我有的心有力量了。好，它是有益有利的。所以每一本经里面我们说它都有什么修行的理论跟宗旨，修行的方法跟次第，修行的殊胜跟功德。那么这一些我们从经论里面我们可以发现我们为什么要修行。我们绝对不能说啊，因为某某大德某某谁跟我讲啊，你只要做什么就好啊，那么我就这样念啊，我就这样修啊，那么我就可以得成就。你也不晓得它的次第是什么，你也不晓得它的理论是什么，你也不晓得这样修的作用是什么，你都不知道啊。那这样修行是很危险的啊。那佛陀不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先，所以他这里先跟你讲啊，虽复未于苦而常莫苦海啊，这个是悉达多啊要出家之前跟出家之后，那么先去见这个跋伽婆仙人，在苦行林里面啊，那么看到这些苦行啊，但是他只去到一夜啊，一夜。那么后来啊，就去这个跋伽婆仙人之后，就到这个平陀山啊，去那边要离开的时候，有一个啊穿树皮的啊，也想讲树皮仙人或树皮衣啊，就是印度很多苦行，那么有一些苦行者啊，他的衣服是用树啊树皮做的啊，那有一个树皮苦行者，那么跟他讲，假设你这一些都不相应，那么我看你啊不是一般的人，我告诉你啊，就是他告诉他，你可以去跟啊这个阿罗罗仙人学啊，那就到了阿罗罗仙人那边，一般讲是在王舍城附近
啊，那这个巴切伯仙人是在毗舍离附近，那毗舍离再下去就是王舍城了 啊。那从迦毗罗卫国，那么过来啊是舍卫城，舍卫城再过来啊就是毗舍离，毗舍离再过来啊，那么就是王舍城。那所以他就到这个阿罗罗仙人那边去。那么一般来讲是修无所有处定，那么修了就觉得也不究竟，所以啊，人家又跟他讲，他又去啊玉陀迦罗摩子那边啊得非想非非想定，他觉得也不究竟，所以后来他也没办法，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啊。他能参的，现在比较有名的叫做比较权威的啦啊，就是三个，一个巴切伯仙人在毗舍离啊，另外两个啊，这个阿罗罗仙人跟玉陀罗摩罗子啊，有些讲玉陀迦摩罗子啊，在王舍城附近啊，那么这两个他也去修了，那么已经没有比较权威的了，所以他后来就跑到哪里啊？跑到苦行林啊，就跑到另外一个苦行林去，跟着那一些苦行者，他自己在那边在山洞里面修啊，但是他不是。他选择的苦行是一麻一慢啊，那么其实只是后来我们说的这个类似像我们说的陀陀行了啊。那因为他也没有其他地方啊，他可以再去参的了。他已经修到非想非非想了啊，但是他也觉得还没解脱。后来在苦行里面，他这样修这样修，修了六年，他也没有成就啊，所以后来就放弃苦行啊。所以他这里讲啊，那我们来看课本啊，现在看课本，那倒数一二三四啊，所以他说余业中半，余成出家，到玉特迦阿罗罗仙人啊，那么一般讲啊，玉陀迦阿罗罗啊，那前面是这个阿罗罗仙人啊，然后后面是玉陀迦摩罗子啊。那这是两个人啊，这是玉陀迦跟阿罗罗啊，这两个仙人现作弟子而不行其法。那么现作弟子而不行其法，基本上是从这个巴切婆仙人这里啊，啊，那么他没有修他的法，那么到这两个修无所有处定跟非想非非想定的修定的人啊，他做他的弟子。但是他也是修啊，但是认为这样不就是解脱？他不认为，因为这两个仙人都认为你这样就解脱了，但是他不认为这样就解脱，所以啊，后来又离开啊，那么去苦行里。他说：虽常用神通，自念宿命，迦摄佛时持戒行道。好，我们要来讲这一件事。他说。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有神通了，有宿命通了，因为他得无所有处定跟非想非非想处定，这个时候他已经有神通了，他有宿命通啊。那么他这里说到啊，他这里说到于迦摄佛时代啊，自念宿命就是过去生在迦摄佛的时代戒行道。好，我们来讲这件事，因为如果依大圣的来讲啊。这里是依声闻的来说，声闻部派里面，释迦佛最初的发心，最初发菩提心，是在迦摄佛时代。如果在大乘法里面，他是在更早燃灯佛时代，他就被受记了。啊，所以这两点是不一样的，就是声闻法跟大乘法里面讲的不太一样啊。他这里是说到啊。自念宿命啊，我们在讲这件事。自念宿命啊，就是他有宿命通，然后他去观察他过去生啊，迦摄佛时持戒行道。这件事在《大智度论》里面也有讲啊，我们看一下。不过他讲的啊，讲的跟这个迦摄佛时
不一样啊。他说，但是他也有讲这件事啊，《自论》啊卷三十八啊，在往生品这一品里面啊，因为我们这本书最多只到第十卷而已啊，所以看不到啊。那么这个里面啊，我们简单讲啊，他说这个是在迦摄佛时啊，过去在迦摄佛时，习在迦摄佛时。那么这个时候迦摄佛啊，他是为迦摄佛弟，是迦摄佛的弟弟，他在迦摄佛的时代是迦摄佛的弟弟，那他名字叫做郁多罗啊，这个郁都写那个古字的郁了，我们就写这个字比较啊，古字的郁很多，名叫做郁多罗。那么因为毁谤这个迦摄佛，他是他的弟弟，两个人都在修行，两个人都有弟子啊。那迦摄佛已经成佛了，这个悉达多啊，就是这我们后来的释迦佛啊，他过去生是他的弟弟，叫做郁多罗。这个郁多罗还没有成佛。那么这个有一个原来跟他比较好的这个弟子啊，然后就说迦摄佛成了，他去供养释迦，供养迦摄佛，他就骂。啊，他就骂说那个秃头啊，就是骂那个秃头啊，那怎么可能成佛啊？类似像这样啊，就是骂迦摄佛了啊，就是谤佛，毁谤这个迦摄佛啊，是秃人啊，就秃头了啊。那么何能得到啊？他也没有什么能耐，哪里就能成佛了啊？讲这一件事啊，他讲很多了啊，他是很多大圣经典都记载这件事哦，大概有五六部，大概也是基本上也是同本，就是同本意义啦。那么有很多都记载这件事，就是这个可能在大圣里面流传的事了。但是阿含就是部派里面就不一样哦啊，我们来聊两种，就是在迦摄佛的时代啊，他有毁谤这个佛。那么这里是说啊，中阿含啊，就是我们来看这件事，他阿难啊，阿难有一天跟佛说啊，因为他也这样听了，阿难白佛啊，跟佛说：“我闻世尊，可见这个是很早就有的传说了啊。我闻世尊啊，迦摄佛时始愿佛道。”那么这件事不一样的哦，这个是释迦牟尼佛是在迦摄佛的时候才发心哦，才发心哦。那这一生是在大概四处出游之后才发出离心哦，啊，但是这个迦摄佛时代就发菩提心了啊。迦摄佛时，这个是中阿含里面阿难跟佛说的，那么阿难可能去听佛说过这种事啊，或听人说过这种事。啊，迦摄佛时始愿佛道啊，迦摄佛的时代才开始啊，才开始发菩提心呢啊，始愿佛道啊，始愿佛道就是发菩提心了，要成佛了啊，始愿佛道，行犯恨啊，才修行，才开始修行了。啊，那我们说大圣本身里面普遍都是从燃灯佛开始，啊，就从燃灯佛开始发心。燃灯佛如果在无量寿经，那是迦摄佛在往前四十几尊哦，啊，那也是很久了哦，啊。那这里啊，他又说这个另外啊，另外根有律。这是第一个中阿含，啊，第二个根有律，根本说一切有不律，啊，根有律破生事，卷一，啊，他这里也说到于迦摄佛所发菩提心，
进修犯任是身多帅天啊，那么基本上如果是这样的话啊，身多帅天啊，那么就变成迦摄佛时代他发心，然后就升到多帅天，然后第三身来，第三身来就什么呀？就成佛啊，就变成这样了啊，就升多帅天，那一直在多帅天啊待到现在，然后2500年前然后下生啊成佛啊，所以这个自论卷27就讲在自论卷27里面啊，他就举这个声闻人的啊，自论卷27，我们就可以回去对照看就知道了啊。自论卷27续品里面，他说啊，声闻人言啊，就是指这些啊。那大圣的说法不太一样啊，大圣是在燃灯佛时代啊就得无生法忍了，燃灯佛已经为他受记了。那么部派的声闻的是说在迦摄佛的时代才开始发菩提心啊，其实是不一样啊。他说这个声闻人言啊就是部派的说法，自忆迦摄佛时作比丘啊，自己自忆迦摄佛时作比丘，那后来他骂是他哥哥啊，他说他那个秃头怎么可能得到啊，后来他还是跟着他哥哥出家啊。那这个是大圣说的啦，就是骂他的哥哥，这个是大圣说的啦。但是声闻是说他没有讲他骂迦摄佛，他是说在迦摄佛时代啊跟着迦摄佛出家修梵恨啊，所以这两件事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啊。那么声闻人言自忆迦摄佛时啊，作比丘啊，名玉多罗啊，基本上是这样啊。那所以大概啊，我们说这个这里说到的自念宿命迦摄佛时持戒行道，那这个要从两点讲。如果从大圣，那么就是从这个大智度论啊，他依大圣的立场来讲。啊，就是这个是在说啊，声闻啊，部派里面说的迦摄佛时代始愿佛道啊，或是发菩提心，那么开始修梵恨。那如果从大圣的角度看啊，但是迦摄佛时代，他也是迦摄佛时代跟着修行啊，但是他在燃灯佛就开始发心了啊，这不一样啊，这不一样。好，那。好，我们再接着底下看啊，所以他这里讲啊，他用神通啊，就宿命通了，那么知道他在迦摄佛时代持戒行道，而今现修苦行6年求道，他这个就是在说，其实如果从声闻的角度看，他自己就有宿命通，知道在迦摄佛时代他就在修行了，他就已经跟着佛修行的，知道怎么修行了。怎么可能现在还不知道，还在修苦行，还6年要去求道啊？他是在讲这件事啊，因为现在修苦行6年求道，就表示什么？如果从释迦佛的这一生看起来，就表示说他不知道怎么样真正可以成道，怎么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释迦佛再来的时候，世间没有佛啊，啊，那么照这个世间的看法，就是照释迦佛的一生的看法，他是最初觉悟真理的人，就是释迦佛之前并没有佛，没有人告诉他怎么修行，所以他只好自己找方法，所以他才会有什么苦行6年求道。那如果啊，那我再往前看啊，在迦摄佛的时代他就持戒行道了，而且他那个时候之前在
在这个阿罗罗仙人跟玉陀罗摩罗子的那个地方，他已经得神通了，他已经可以知道他过去生跟着迦摄佛在修行了。那么他那个时候他还要去求道吗？他已经知道了，就是他已经了知，因为他忆起他过去生跟迦摄佛时代，迦摄佛教他的他已经知道了，那为什么现在还修苦行，还要去六年求道啊？讲这件事为什么？因为就是要示现给众生看的吗？就像前面一样嘛，示现一个人啊，然后开始行住坐卧，像上一段一样啊，他要示现，他在讲这种道理啊。所以他说，菩萨虽主三千大千世界，那这件事就是说，一般来说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但是就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一个佛的化躯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个佛的化躯是一个大千世界的，三千大千就是一个大千的，啊，这个上次我们有说到，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个大千世界，三千是形容这个大千的，啊，像六群比丘就是一群六个人的比丘，啊，那么这个是这样，那么一般来讲，一佛的化躯，教化的，就是一个大千世界，一大千世界。那么一大千世界差不多就是一个银河系，啊，一个大千世界了，差不多是一个银河系了，啊，那银河系里面啊，我们是太阳系，银河系里面有很多，那么大概有2000亿到3000亿的恒星，啊，有些说2000亿到4000亿的恒星，啊，然后我们就说3000亿的恒星好了啊，折中啊。那么我们是在这个太阳系里面啊，太阳是一个恒星嘛，啊，大概一个银河系，一个大千，一佛的化躯了，就是说这一个大千世界里面不会有两尊佛出现，只会有一尊佛出现，啊，那这个是一般佛教的说法，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不能有两尊佛出现，啊，那两尊佛出现会有什么状态，啊，那因为佛也道同嘛，啊。啊，但是就是佛教界有这么一个说法啊，所以他说虽主啊，就是说一个大千世界有一尊佛了啊，那这个菩萨就是要来成佛的这个菩萨，释迦菩萨，而现因为还没成佛嘛，所以叫菩萨现示现破魔君啊，就降魔啊，八相成道里面啊降魔，然后成无上道。那降魔主要啊，我们说魔有四种魔嘛，生死魔、烦恼魔、五阴魔跟天子魔，啊，这个上次说也说过。啊，基本上叫做死魔了，啊，我们就说生死，死魔啊，烦恼魔、五阴魔，啊，那么还有一个天子魔，那这三个其实是因为你有烦恼。啊，有生死啊，那有这个果报身啊，然后这个天子魔是外魔，这个是内魔啊，基本上是这样。那降魔多数都放在啊，如果讲降魔多数都是放在降天子魔啊，那么天子魔啊，基本上是欲界第六天啊，有些说是色界最高啊，摩西所罗天啊，一般是欲界的第六天啊，那化自在天啊，他化自在天呢，啊，那也有一种说法是，这个他化自在天是这个摩西首罗天啊，就是色究竟天啊所变现的啊，反正就是基本上是以他化自在天为主啊。那天子魔，那么天子魔啊的三个，通常他就是威胁利诱。啊，威胁跟利诱，那利诱是以欲贪为主啊，那所以啊，魔王有三个女儿啊，基本上就是欲贪的 啊，那么来诱惑这个世尊啊，就是悉达多，那他不为所动啊，就以他三个女儿都很漂亮啊，魔女都很漂亮，那威胁就以魔君啊。魔君就是让你起嗔心、起恐怖心，
啊，就派很多魔军，然后射箭啊，拿刀砍你啊，我们这种啊，那你也不害怕啊，那你也不生气啊，不嗔，这个是不贪，不执啊，然后这个是他也不害怕啊，那也不生气，不嗔，那基本上这个就是从境界里面来看是降服天子魔。从内心来看是降服什么？降服烦恼魔。那因为烦恼断了，所以他就不会有什么，不会有死魔，不会有五阴魔，啊，不会有不受后有嘛。啊，他成道了之后，解脱了之后，不受后有，不受后有就不会有生死，不会有五阴身，因为不会有五阴身，不受后有，这个有就是不会后来有这个身体。无蕴生，啊，那么没有无蕴，没有生就没有死，啊，就无生了，不受后有就无生，无生就无死，所以从外看是降服天子魔，从内看是降服烦恼魔，烦恼魔降服了就不会有无蕴魔跟死魔，啊，基本上是这样，啊，那这个是一般来说他示现这个降魔都有这件事啊。啊，现破魔君啊，那以这个魔王的山女以及这个魔王的这个军队，那这个来，大部分降魔都指这件事。好，那么成无上道啊，那么他就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他说随顺四法故，现世众变，众变啊，那么跟前面啊这个堕地行七步啊一样。这个都是随顺世间人啊，要现行人法啊，要有这一些啊，他还要这个从小啊，然后长大啊，然后看到啊老病死啊，生发出离心，然后出家，然后还要去修苦行啊，然后如果啊，他说这个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啊，我们讲说要演给世间人看的啦，啊，就是要做给世间人看的。那所以随顺四法故，现世众变。这众变，这个是大圣普遍都这样说，啊，说释迦佛他，比如说《法华经》啊，他讲他已经来这边世间8000多次了，那么就是说他不是现在才成佛，成佛只是示现，啊。那这样讲有好处也有坏处啊，因为你之所以要示现，就是要告诉大家，其实佛跟大家都一样。但是你现在讲出来了，大家都会觉得，那么佛还是跟我们不一样，佛做得到，我们还是做不到，因为我们不是过去要来的啊，所以佛成佛是已经决定了，叫做内定的、命定的。可是我们不是啊，啊，但是就是说这样说，显现佛的尊贵高大啊。但是就会佛这样讲，就会变成佛离我们越远啊，就是说佛做得到的，因为佛是示现来的嘛，我们佛是乘愿来的，我们是依业来的。那如果佛跟我们一样都是依业来的，那佛做得到我们也做得到啊。但是佛是示现来的，我们是依业来的，佛做得到的我们不一定做得到啊。那看起来佛是比较殊胜，但就显得我们怎么样？显得我们可能就没办法做到佛做到的这个样子，啊，那其实就是说大圣普遍在佛陀观这一部分，那么讲得特别殊胜了，啊。那么这个在部派里面，大毗婆沙里面有讨论哦，因为部派里面大众部，因为大圣跟大众部比较近，大众部就强调佛身无漏啊，就等一下我们后面再来看，他说佛身无数啊。也有讲佛身无为，有讲佛身无漏的。好，那么他就强调佛身是无漏的，所以他会生病啊，会痛啊，佛陀常有背痛嘛，啊，然后口渴啦，啊，他会受伤啊，这个都是示现的，啊，这个不是真的啊，就会变成佛陀观会变得跟一般的世间说法不太一样的。好，所以他这里讲随顺四法故，现世众变。啊，就是有种种这一些前面讲的啊，还要见老病死啦，还要发出离心啦，然后还要找很久找不到，
到底怎么样才可以成道啦？好，他说精于波尔波罗蜜中，那么现大神通智慧力故啊，就前面的是随顺事法的啊，那么这里现在在波尔波罗蜜中现大神通大智慧啊，那么诸人当知佛身无数过诸世间。好，那么这里讲的佛身无数过诸世间啊，如果我们看讲义啊，讲义的注解里面啊，他就引用啊前面啊也有一个啊，就是上一段啊，第一二三四第四行啊，那十六页第四行，他说佛身无数过诸世间，为众生故现如凡人啊。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看，佛身无数过诸世间，然后往上面看，随顺事法故现世众变啊，这两个其实是一样的，为众生故现如凡人，跟随顺事法故现世众变，就是把这个随顺事法故现世众变拉到佛身无数过诸世间啊，是这两段话是一样的。那佛身无数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佛身无数看起来好像佛视现无数身呢，啊，就是他也视现啊，长大啦，成人啦，降魔啦，啊，这种种。但是这一段文很像是《维摩诘经》所说的那一段文，啊，那么牵扯到啊，佛身是法身还是生死色身的这个概念啊，这个我们稍微佛身无数。讲佛身无数过诸世间这个概念，因为《大智论》里面也有讲到啊，到底佛身是什么身啊？因为《大智论》里面只要讲两种身而已嘛，法身跟色身啊，但是法身的概念又有神通变化身。啊，那这个神通变化身后来我们就要把它叫做化身，啊，就后来就变成有三身或四身，那四身其实是从三身里面再拉一个出来而已，啊，那这是法身、报身、化身，那化身部派的概念跟大圣的概念又不太一样，啊，那么部派就以这个所谓的有些就是以这个所谓的色身就是化身，那另外化身有所谓的变化身。啊，所以后来又有两种，叫做烈阴身跟圣阴身啊。反正这个后来讲的非常有一点复杂啊。那我们先来讲这个概佛身的概念，佛身无数过诸世间。这个无数啊，就是可能就是数目上的、数词上的无数，但是它也可能不是啊。我们来看一下《维摩诘所说经》。第一个《维摩诘所说经》，《维摩诘所说经》啊，那有《维摩诘经》了啊，但是鸠摩罗什叫做《维摩诘所说经》啊，《维摩诘经》这个是支谦译的啊，我们先来对照看好了哈，啊。他说：“佛为世尊过诸世间，为世所尊啊，佛为世尊。”过诸世间，他说佛身无漏，诸漏已尽。佛身无数，众行已除。佛身无漏这个概念，部派有部是不承认的啊。他认为法身才无漏，色身是有漏的啊。这个是大众部说的啊。那么后来大圣都是这样讲啊。那么佛身无数，
奉行以除。这个行啊，就是无明言行的行，一切能够受报的这个业已经没有了啊，身口意行都清净了，没有身口意业了啊。那么罗什的这个是支牵的啊，这个是支牵的，支牵译的维摩诘经，罗什译的是维摩诘所说经啊。我们来看它的对照了啊。那么他说，佛为世尊过诸三界。就是等一下我们来看这个东西了啊，就是到底自论这个应该是引用维摩诘经的啊。那么他说佛为世尊啊，一样啊，过诸三界就超越三界了，所以过诸世间啊，维摩依鸠摩罗什的方法，就是他已经度脱三界了，过诸世间就是超越三界了。不在三界内了啊，过诸三界。他说：“佛身无肉，诸肉已尽啊，一样啊，这两个前面是一样的，佛身无肉，诸肉已尽，佛身无肉，诸肉已尽。”这两个是一样，后面就讲佛身无为，不堕诸数。他说啊，前面是一样的。他说，诸如来身即是法身，会施欲身。前面也是一样，前面有一样，前面有这一段啊，诸如来身，即是法身，非思欲身。好，那么这个是在讲什么呢？讲现在释迦牟尼佛所示现的这个身，其实是法身。所变化的，它并不是啊业报身，私欲就是它不是业报身，它是法身所变化的。因为这个大智论里面讲啊，佛有两，就是两种身，一个是色身，一个是啊法神通变化身啊。那么也有法身，那么他说如来身其实是法身，并不是业报身。那业报身只是示现的，那你看这里啊一样。这过诸三界不一样的在这里，你看啊，所以佛身无数很可能是指佛身无为啊，不是有为啊，不堕诸数啊，佛身无数，佛身无为啊。如果依鸠摩罗什的说法，这个是罗什的翻译啊。那但是也有可能啊，像《华严经》里面讲，那么随因度众生示现，随众生所应度者，就示现什么身啊。那像这个观音菩萨也一样，地藏菩萨也一样，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所以他有无数身啊，也有这样的观念。那么这里啊，比如说你看他讲过诸世间啊，那么过诸三界啊，那佛身无为，过诸世间，那么这里是讲无为，不堕诸数。那堕诸数这个在《阿含经》里面也有啊，叫真诸数或真诸趣堕诸数。就是不堕有为啊，一般的说法就是这是有为，不是有为的，有肉的啊，也不是有为有肉的，是无为无肉的啊，就是佛身是无为无肉的。所以如果从这个样来讲，从维摩诘经来讲，佛身无数过诸世间，说佛身是无为的啊，那么是出三界的。那么如果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啊，那么你也可以讲啊，就是。随因所度众生而示现身，所以有无数啊，大概，但是这个看起来很像是啊，佛身无为不堕诸数啊，那么这样的观念啊，或是这里讲啊，众行已除啊，好，法身非思欲身，佛为世尊过诸三界啊，就讲这个，那么这里是
这个第十个啊，佛为什么要说般若波罗蜜啊？就我们看到翻到前面十五页啊，第十个断他邪见四生出世，那就讲了这么多啊，就初转法轮啊，然后这里受饥渴老病啊，然后出生的时候行七步啦，然后这个出家修行啦、降魔啦，那种种这一些就非常多啊。那么这些啊，简单一句话，都是示现。好，我们先下课。
好，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七页。为什么要讲这部《般若波罗蜜经》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么第十一个理由啊，拔苦乐边，令入中道。那般若是十相的智慧啊，那十相的智慧要离错误的观念、错误的修行方法啊，那错误的修正内容啊，所以他这里讲啊，说复次，有人应可度者啊。那么所谓的应可度者，基本上这个佛法里面把一切众生大概分成三种，就从得度不得度这边来讲，分作三种。一种就是没有善根的啊，这个离得度比较远啊，那么他这一生只能跟他种善根啊。那比如说很多外道啊，那么他非常的执着，但有一些外道他也不一定这一生是外道啊，那么他也有可能得度啊，就是说比较他观念深刻，没有接触佛法因缘的，那么只能种善根啊，就是没有善根的只能跟他种善根，那么有善根但善根不成熟的，只能跟他成熟善根，善根成熟的那么就可以得度，他就是这里应可度者。那么所以释迦佛在一教经里面啊，涅槃的时候啊，他就说了，那么应该得度的就得度了，没有得度的那么也种下得度因缘啊，其实是这样啊，所以他留在这个世间也没有意义了，因为应该得度的都得度了，那没有得度的我留下来他也没办法得度啊，他已经种下得度因缘了啊，所以大概这里讲有人应可度者，其实就是指啊，那么善根成熟的人啊，那么或堕两边，或以无自故，但求生荣啊。那么他在这个世间上啊，有种种的，就是虽然他善根成熟，但是你没有给他这个因缘，他也没办法得度啊。所以他这里有因可度者啊，那或堕两边啊，那。或以无自故，但求生乐，啊，或有未到故，修着苦行，啊，那么这里也可以当作说，应可度者下面有这三种，啊，下面有这三种，然后它的标点是把它化作，啊，应可度者堕两边，无自者但求生荣，有未到故修着苦行，啊，它是这样化啊，但是也可以看作，有人应可度者，啊。那么第一个，他或堕于两边，或是啊无自故但求生荣，或是未到故修着苦行，啊好，那基本上要应可度者才能得度，那如是人等于第一义中施涅槃正道，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无义相应啊，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得第一义，所以就没有办法得涅槃。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知第一义啊，就是第一就是实相，诸法实相啊。那从般若经来讲，那么诸法实相就是诸法毕竟空啊，无我无我所。好，那所以他施涅槃正道啊，就是依这个正道得到涅槃啊，依八正道入涅槃，所以他施到失去这个正确的啊。我们说道有三种，一个是道理，一个是道路，一个是道德。道理就是修道的理论跟宗旨，道路就是修道的次第跟方法，啊，那么道德就是修道的殊胜跟功德，啊，那这个上次我们稍微有说到，啊，道理、道路、道德，啊，这上次我们说到，啊，道、道理、道路、道德，啊，修道的理论。啊，就是修行的理论跟宗旨，那么修道的次第跟方法，啊，宗旨，修道的次第和方法，
以及方法。修道的次第及方法啊。道德啊，修道的殊胜，假设你这样修啊，会得到什么？殊胜和啊与功德，修道的殊胜与功德啊，那可以出生时啊，那么基本上啊，那正道啊就是正确的啊，正确的修道理论，正确的修道方法啊，那么。你这样得到啊，你可以得到正确的啊殊胜的功德啊，那么基本上这里叫正道，思涅槃正道啊，那一般来讲就是八正道得涅槃啊，那依般若波罗蜜啊，那么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是这样。那么如果是解脱道的话，解脱道的话，这个涅槃如果大圣的话就大波涅槃啊，那声闻的涅槃啊就是一八正道得涅槃，十方薄伽梵一入涅槃门，一八正道得入涅槃。那一大圣的话，就依般若波罗蜜道啊，那么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得大波涅槃啊。所以他说，佛欲拔此两边，令入中道。这个中道就是中正如实之道啊，中就是正确的意思，中道。中是中正啊，中正如实之道啊。那么，所以中观就叫做中正如实啊，就中道如实正观，中观就变成中道如实正观啊，中观。就中道如实正观。那什么是中道？那什么是中道啊？我们来看一下，他这里讲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十一，般若波罗蜜能四道，堕邪道众生，离两边故啊。那么中道啊，那么就是正道，中道就是正道，正就是离错误的，离错误的正跟邪啊，正就是不邪，就是不是错误的。所以要先离戒禁取啊，要先离戒禁取，就是错误的，你才能怎么样？你才能证无我啊。所以三戒，身见、戒禁取见跟疑啊，这我们上次有说过，三戒有戒禁取见，戒禁取就是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就是两边戒禁取见跟疑，疑就是正道四谛。啊，对四谛再没有怀疑，确定确认了四谛，而且没有戒禁取见，你才能对四谛没有怀疑。所以戒禁取见要先离，要先离。所以我们要先确定我们现在修行的方法、修行的理论，以及我们修行之后所得到的。啊，那很多人会觉得他有感应，他有感应，那么就是有修行；他有神通，就是有修行。啊，那么他能忍耐就是有修行，是没有错。从世间来讲，这个也叫修行。但是佛法的修行不是有这一些感应，有这一些身体的变化，而是心能够极静。啊，不是你能够见到什么，见到什么哦，见花啦，见佛啦，然后身体可以有什么变化啦，不是，而是心对于境界不动。他之所以不动，就是烦恼不动。那么你是要跟法相应，修行重点在跟佛说的法，就中道法相应，而不是有跟佛菩萨啦、跟神啊、跟天啊有种种感应。那么这个一定要知道，如果你的修行重在啊，你念了这部经之后有什么感应啊？举个例来讲啊，比如说豆子自己会跳啦，经书自己会翻啦，那么可以预见啊。明天发生的事啊，啊，或是看见自己坐在莲花上啊，啊，这个玻璃上有法轮啊，反正这些没有错，它也是你心力的一种修行的感应，但这种感应
它终究是有为法，它终究是生灭，它终究是无常的。这种不能确定你在佛法中有真正的修行。佛法中真正的修行就是你确认了世间是无常的，啊，诸法是无我的，涅槃是极尽的，诸法是毕竟空的。你确认这个东西，而对一切现象的变化，对一切现象的生命不执取，不为所动，那么心常常被保持在安定极静的状态下，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大部分的修行都会落在，啊，有什么感应，啊，重点不在跟佛菩萨的感应，见佛啦，啊，见花啦，见光啦，啊，不在，而在跟法的相应，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这里讲，啊，因为堕邪道的众生，啊，就是错误邪道，就是你有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方法，你所证的并不是解脱，你以为是解脱，得少为主，啊，或是把，比如说苦行外道啊，他基本上也是这样，啊，那么以无欲的认为世间啊没有轮回的啊，反正种种的种种六识外道里面的种种观念，好，那么离两边故啊，离两边啊，那么堕邪道众生离两边故，两边就是什么？离开错误的。离开错误的，你不是两边都是错误，你不是归到错误的这一边，就是归到错误的那一边，啊，其实是这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中道，啊，就正道，中道就是正确如实之道。好，那通常啊，其实中道有很多种说法，啊，如果你去查，那中道就讲得非常多了，但是大概基本上就三种，啊，是三种，啊，这苦乐是一种，啊，我们是简单的讲啊。苦乐是一种，那么所证的内容啊，这修证的内容啊，不长不断，不依不依，不来不去，不有不无，啊，基本上是这样啊。那比如说，他先为无比丘讲不苦不乐的中道，啊，然后再为他讲不长不断的中道，啊，那长就是啊，命与这是这个死了之后啊，那么有一个不变的灵魂，永远啊，是或者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或死了之后，只是这个身体死，那个灵魂不灭，灵魂不死，啊，那个叫做常，啊，那么常跟断，啊，那么一跟一，灵魂这跟这个身体到底是一还是异，啊，一就是死了之后就断见，一就是断见了，那么异就是常见了，就是不一样，啊，这个身体死了，那个灵魂不灭啊，一样啊，这常跟断，这死后还继续啊，死后就没有，那这个命。跟这个生是一或一，那死后有来或去，反正就这一些其实都是讲无我，啊，因为世间的常见跟断见基本上就是我见底下啊，就上次我们有说到，我见底下分两个，啊，就是常跟断，啊，常跟断，啊，这释迦佛里面有常常说到这个，那常就是这个身体就是我。五蕴即我，叫做即蕴我，啊，断见是即蕴我，这个身体就是我，所以我死了我就不存在了，就叫断见，啊，那还是我见，这个还是我见，常见就是离蕴我，离开这个蕴，离开这个五蕴有一个我，离开这个五蕴有一个我，所以我死了那个我还存在，啊，那这个是一般讲的所谓常跟断了。即蕴我跟离蕴我，好，那释迦佛说这个是常见，这个是断见。那一义就是这个灵魂跟这个身体是一还是异啊？那基本上都在讲无我这个观念，来去也是这样。好，那这里啊，是为诸比丘说的啊，那为无比丘的，为其他很多比丘都是讲这样。在阿含经里面，你常常可以看到啊这样的说法。那你也必须参透，就是必须了解这个东西，你才有办法得解脱。你才也才是在向解脱修行，你最后一定要接触到这个，像此观，他最后一定要观这个，啊，观五蕴，或是观十二处，或是观六界，或是八界，就是蕴处界，或是观缘起无我。通常无我不离开啊，基本上《一阿含经》里面讲最主要的就是五蕴无我，啊，或是十二处无我，啊，那么就是你从境界里面生我所。你从自身本身身心反应里面生我所，
有我所爱，才有我所见。依我所爱，那么依我所见起我所爱，造一切种种的善恶业，那么就受三界轮回生死的果报，其实是这样来的。所以你修行修到最后，如果你不懂缘起无我，或是你没有去了解什么是缘起无我，或了解五蕴无我，或了解啊这个十二处无我，那么你基本上还谈不上是佛法的修行。佛法的修行最终一定要接触，所以对所有出家比丘都是讲这一块，对在家人就不一定。在家人要看，如果他没有要解脱的这种出离心，那么就为他讲世界升天之法，叫做端正法。如果他没有要解脱的心，那出家一定是为解脱才出家的。过去啦，一定是都是为解脱才要出家，啊，那所以为出家众基本上都是讲这一种真上法，就是解脱法，啊，那么解脱法一定不离开缘起无我、五蕴无我、十二处无我，不离开这个。所以《阿含经》里面有讲，你要不讲五蕴无我，你就不是在说法。真正的法师就是一定要讲到五蕴无我，或是十二处无我，或是缘起无我，啊，一定要讲这个。那么如果你没有讲，那你就不是法师。就是你说的法不能让人家向善向上向解脱，不能向解脱。那么对世间的人，那么共世间的，共世间跟共外道不一样哦。我们现在会把很多共外道法讲成共世间法，不是。共世间法跟共外道法不一样。共世间法，比如说啊，那个你修十善可以升天，那么世间人是想升天的。好，我告诉你真正升天的方法，就是持戒布施，这个是世界升天之法。那这个法是共世间的，因为这个没有出世间。但是共外道的就不一样了，外道是怎么样？好，我要升天，我就买牛奶去供养湿婆神，湿婆神就让我升天。我到恒河水里面啊，那么祈祷啊，念这个梵天，梵天就让我升天，啊，那这个就共外道了，啊，这个不是升天的方法。那你把外道升天的方法搬到佛家来了，这个叫共外道。啊，共世间不是共外道，但现在很多人把共外道法变成共世间法，变成是佛教里面共世间的方便道。没有，方便道不是共外道，方便道不是共外道哦。啊，那现在就是很多会把共外道法变成佛教里面的方便道啊，不是啊，比如说叫你念佛，那念佛这个是佛教里面的方便啊。那么比如说叫你持戒啊，那么这些都是共世间的。那先让你安定在这个地方，先让你离三恶道，然后再让你再向上啊。那么这个是就世间的角度，我们叫做世间希谈啊，为人希谈啊，后面会讲到啊，四种希谈。这个是佛教的方便，就是先让你安住在这个地方，但是它还是正道哦，它是以正道先让你不堕三恶道，而不是用外道法，啊，让你以为在修行，啊，让你以为这样可以得解脱，这样可以得升天，啊，比如说你念个升天咒，那么你就一直在念升天咒，啊，你就可以升天，啊，那么这样其实不是方便道，这个叫做外道，啊，所以方便道不是共外道。啊，那但是现在我们看得到的啦，啊，很多都把啊外道法、共外道法变成是佛教里面的方便道，啊，其实不是，佛道一定是正道，正道就是离两边，就是它是正确的，即使是升天，也要有正确的升天方法，啊，也有正确的升天方法，啊，而不是啊用外道错误的方法，然后再夹杂佛教的正确方法，然后掺在一起啊，那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先来讲这个中道啊，先来讲这个中道。这个中道基本上啊，就这三种啊，一个就是离苦乐的两边，因为当时苦行外道啊，当时印度人啊有两种主要的解脱道啊，那么也是升天道，也是解脱道，一个就是苦行重点在持戒，重点在持戒。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修禅定，
这两种是主要的。那释迦佛首先啊，那么修禅定，然后修到最高的禅定，后来修六年的苦行，都不能解脱啊。那所以这个戒跟定，就变成佛教里面的基础啊，变成佛教里面的基础，但并不能够以持戒跟修定就可以得解脱，没办法啊，就戒跟定。当时偏向啊，有很多人偏向苦行就可以升天，就可以得解脱啊。那所以释迦佛放弃苦行之后，五比丘认为他放弃修行，放弃苦行就放弃修行啊，所以佛才先为他讲，真正的修行跟苦跟乐没有关系，跟正确不正确有关系。就是说，修行的方法跟你受苦或不受苦没有关系，重点不在苦跟乐，重点在正跟正确跟不正确，就是正跟邪。那么正确的方法是离苦乐两边的，是不执着在一定要受苦或是一定不能受苦啊。像有一些人念佛，我们举个例啦啊，早期也有这样啊，有的念佛就是啊，一定要忍耐，一定要受苦啊。那么念佛啊，念佛要受苦啊，就是要很精进的，很就是苦行啊，就落一日绕多七日，那么都要很努力的念佛，要说八关斋戒，要怎么样啊？当然这个也是对的啦，但是就是说，它重点不在于苦行，身心受苦不是，身心压抑不是这样子的。那有一派就认为，那佛是自在的解脱的，我们念佛不要那么逼得那么紧，不要把身心逼得那么紧，要很快乐的念佛啊。所以一面念佛，一面跳舞，一面唱歌。那么他觉得这样才是念佛啊，这个还是在苦乐两边。有的念佛把身心逼得很紧啊，那么。有的是念佛，就是觉得你不能逼迫身心，你要随顺的身心啊，那么很快乐，心态要很快乐，要很自在，要很无忧无虑的，然后一面念佛，一面跳舞的哈，那、啊、也有这样子的。那这个其实也很明显，也是两边啊，两边跟苦跟乐没关系，跟方法正确不正确有关系，心态要正确。所以先为五比丘讲离苦乐两边的中道，中道就是。你执着在苦的这一边跟执着在乐的这一边都不对。那这个后来在阿含经里面也有常说啊，中阿含里面啊，我先把这个讲完再来讲这个好了。那第二个就是常断一意来去有无啊，这四种后来大圣把有无改成生灭啊，因为这个就牵涉到部派跟大圣的不同说法。部派认为生灭跟不生不灭是两边的啊，就是一般来讲缘起是生灭的。那大圣讲一实相啊，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三法印。那诸行无常，无常就是生灭的啊。但是大圣讲生灭的就是不生不灭的，三法印就是一法印啊。这个跟部派里面就是部派不认为生灭就是不生不灭。好，那这个是比较啊，就比较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印顺老师在《中观经律》里面有讲到这个东西。好，那基本上苦乐常断一意来去有无啊，这那有无到了大圣就把它改成生灭，就变成生灭常断一意来去，就变成八部中道。那这个中道是在阿含经里面常讲的啊，那常断一意来去啊，为诸比丘讲啊，要不然就讲为家瞻言讲有无啊。那么一般啊中道啊就是。基本上啊，那么比较强调在有无这一边啊，就是正见世间即不生世间无见，正见世间灭不生世间有见。那么这个是为家瞻言讲的。后来阿难举这个经为禅陀讲，禅陀也因此得解脱啊，那所以也非常有名。那这个另外啊，这个是修正的内容，一定是牵涉到无我。这个苦乐，这个长段一一来去有无，都是无我啊，所以以得无我就不生灭无生啊。那么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啊，然后才能够得涅槃寂静。好，那么后来啊，为二十亿而讲啊，这个修行的态度上啊，这个是修行的方法上啊，不要执着于苦跟乐，修正的内容上一定是要跟无我相应。啊，无我相应一定是不常不断、不依不依、不来不去、不有不无，一定是这样子的。你执着在有的这一边跟无的这一边，那个都不是无我
啊，来跟去的这一边都不是无我，那个都是我见啊，就是我们前面讲都是我见啊，执着在长跟短，一跟一，来跟去，有跟无，这两边都是我见，都是我见。好，那你修正的内容一定是不长不断的，不一不异的啊，不来不去，不有不无的。那么在修行的心态上、态度上，就心态上不急不缓，你太急了，太急了，反而不容易得到啊，因为得到的心是极静的啊，安定的。你太慢了，缓不济急，那么也成不了道；太急了，也不能成道；太缓了，也成不了道。所以那个心态要保持在不急不缓，不是你用功就好，急着用功，那种急躁的心成不了道。你根本不当一回事啊，那么缓不济急，那也不能成道啊。所以这个是一般来讲中道里面啊最主要的三个部分啊，就修行的方法是不苦不乐的啊，那么就离开以无欲为主或以离苦行为主的啊，那么修正的内容一定跟无我相应。那无我啊，基本上就是长断一来去啊，有无，就是这个就是两边啊，两边啊。那这个有无啊，是特别是为家瞻演说的，还有二十一二讲不急不缓。好，那这个我们说这些所谓的中道正道如实之道啊，那到了龙树啊，他就依生灭长断一来去啊，写了一个所谓的八部中道。那中道啊，这前面我们也说过，这个八部中道啊，或是这个大圣所说的这一些，那么主要就是深化阿含经的无我啊。我们说这个菩萨道深化阿含经里面佛说的无我，那么广化佛所行的啊，利他啊，就是主要菩萨道其实是这样子。好，那这个是所谓的中道。好，我们再来讲一下。那么因为这样啊，就离两边的，一开始啊讲这个离苦乐两边，中阿含啊，卷五十六。他来讲到啊，着欲乐下见业，凡人所行，自烦自苦。非神圣求法啊，无意相应。我们常讲无意无力啊啊，我觉得我们修道的修行的人，应该要很注意这个无意无力的，就是你这个是不是有道理？讲不讲出这个道理出来？为什么这样修？道理在哪里？原理在哪里啊？那么这个一定要大家应该要先清楚，因为很多人都是修道都是修到无意相应啊。那么舍此两边啊，有取中道啊，这个是一边啊，这个是一边，这个是一边啊，舍此两边啊，那么去掉错误的就是正确的啊。有取中道啊，就是你要先去掉这两边的啊，跟凡夫相应的啊，就是很多人啊，就比较强调在欲乐啊，修行就是要快乐啊，修行是要快乐，但不是感官的刺激，不是感官的快乐啊，所以有时候啊，唱歌跳舞啊，唱得很高兴啊，这个有时候我们的梵拜也会达到这种快乐，就是会陶醉啦啊，会陶醉。那你就会觉得很多人会误会哦啊，那么会觉得这种陶醉叫做色心，不是，你心在无欲里面，它不叫色心啊，
但是我们喝久了会误会哦，久了会误会啊，会觉得哇，在梵拜中啊唱得很陶醉啊。那么因为这个叫妙声音，声音叫做妙音嘛，声音它基本上是五蕴里面的色声香味触，色声香味触，有时候是身体的感觉啊。那有一些是啊身体的感觉啊，那么有一种殊胜的快乐啊，这基本上都在五蕴色声香味触。那么这个就是凡人所行的欲乐，着欲乐啊，色声香味触哦，啊，那这个叫妙色啊，基本上都前面一个妙了啊，妙色、妙声啊，美妙的啦，殊胜的啦，喜乐的啦，妙色、妙声、妙香、妙味、妙触，你就着重在这里喽啊。那么假设你着重在这里，那么你很容易这个集，你要知道这个是凡人所行。啊，所以你诵，比如说假设了啊，比如说你诵经那个梵拜悠扬，那么你陶醉在这个声音里面，那个你要注意，这个叫做着意乐了，这个叫着意乐。但是你摄心的话，不是你的心摄在这个音乐上，不是摄心，是你的借由这个梵拜，你的心摄在那个法意上，它不是无意相应的啊。你跟那个义理相通，因为你摄心在法义上，不是摄心在声音上。我们现在很多人误会啊，觉得去参加这个法会，然后在这个维罗啦大众的声音上，你的心摄在这个声音上叫做摄心，是你的心摄在这个什么欲乐上面的，这个是一边哦。你要说这个时候，因为很这个声音让你对这个法义通达，不是你思维这个法义啊，就是由这个经，由这个经你通这个理，通这个义，经义它是跟它的法义相应，法义相应哦，而不是跟五欲相通哦。但是你会发现到现在多数的人，那么是因为他参加这个法会，他那个声音悠扬，梵拜悠扬啊，然后大众啊，那么摄心是没有错，你的摄心是凡，你要摄心是什么呀？着意乐，凡人所行的。这外道也有啊，因为念什么不重要，那个声音好听，摄心。可是这个是无意相应的啊，你根本就他念什么或是怎么样，你只重他那个声音，而不注重他那个义理。那么换他是诵圣经、可兰经，他也一样那么好听啊，他也一样好听啊。你只重点你是好听啊，这个好听的声音摄心啊，你在那个音陶醉在那个音乐里面啊。我告诉你，这个不是佛法的，这个不是佛法所追求的哦啊，这个是着欲乐，凡人所行哦，他不殊胜，下贱是他不殊胜的啊，他不是殊胜的。另外一个是自烦自苦，非贤圣求法，也不是贤圣所追求的。他虽然不着无欲啊，不执取无欲啊，但是无欲是热行嘛，是不管你是色身香味触哦，不管你是色身香味触哦，都一样。那我们现在着重在色跟声比较多了，着重在色跟声比较多啊，就是比较，比如说我们举个例来讲啊，法会多数都是布置到很庄严。即使摆个东西都要摆到赏心悦目，你知道吗？都很好看，然后大众也是要摆得很好看啊，就是要整齐划一，没有错，这个也是可以摄心，就是你不会看到不会乱，但是不乱重点是要让你跟法义相通，不是你看到哦赏心悦目就好啊。比如说我们也要啊，我们这里至少要稍微布置一下，不会看起来啊不好看嘛。好，但重点。我们不是只是要看这个，这个只是让我们不会起杂乱的心、分别心。接下来呢？接下来就要跟法义相应，所以要诵经、要念佛，你要跟这些相应，你要懂得你在念什么啊？那么为什么这么念？你要从这个经文里面去关照这个法义，要不然我们就会在色跟声里面做文章了啊。比如说，好，你念佛见到佛放光，这看起来很殊胜，对不对？没有错，这是很殊胜，但是佛跟你讲话啊，你又更欢喜了，
若以色见我，因身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啊，你没有办法跟真正的法相通。你虽然见到佛了，见到的不是佛，啊，见到的不是佛啊。那么所以你看这两边，这个就是比较深的两边了啊。那么着于乐，凡人所行，自烦自苦，非贤圣求法，无益相应。啊，那么舍此两边，有取中道，这个是中阿含里面的。那么另外啊，五分律里面的啊，我们来看啊，他讲的是一样，但不同的说法啊。五分律，它各个经典都有说到啊，但是基本上一样啊，但是这两个不同的说法是一样的道理，但是就是我们来看啊，五分律卷十五，我们更能够啊了解了啊，卷十五，他说贪着爱欲，说欲无过。贪着爱欲，说欲无果。第二个，邪见苦行，无有道机。啊，他简单写，啊，邪见苦行，无有道机。啊，你看不同的翻译就不一样，啊，不过他一样是着欲乐，啊，凡人所求，他不了解欲的过患啊，色身香味触叫做五欲嘛。那你会发现到我们的很多修行都在五欲上面哦，都在五欲上面，真的。你好好想这件事，然后再想一想你平常做些什么功课，或是你在大众共修的时候你做些什么功课，你有没有落在五欲上面？你要想这件事哦，真的。要不然你一辈子，我告诉你，你一辈子都以为在修行，其实都是修什么行？凡夫行，真的啊！你要好好想这件事啊。那么有一些比较用功的，其实落到苦行那一边哦，啊，就是穿的不好，吃的不好，住的不好，没有错啊。然后他坚持要脱钵，不周持经营啊，这个也很好，都很好。但是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你想到了什么？你平常在思维什么？那有些人就是啊，就是天天拜佛，天天念佛，天天持咒啊，天天诵经，诵了一辈子经，不知道这部经在讲什么；念了一辈子佛，不知道什么是佛；持了一辈子咒，不知道什么是咒。那他就着重在什么？念佛希望能够见到佛，持咒希望能够有神通，念经也不晓得去思维这个法义，希望念了经之后啊，然后忽然之间经里面的佛菩萨都出来跟你说法，都出来跟你加持。我告诉你，你这样修你会越修越颠倒啊，所以一定要知道，不是着重在跟诸佛菩萨的感应，见佛啦，听见佛说法，不是，而是重在跟佛菩萨所说的这个法相应，彻底通达理解佛所说的这个法啊。所以真正的智慧就是闻思修证嘛啊。那这个他这里讲，邪见苦行，无有道机，舍此两边，便得中道。那一般讲中道，一般讲中道主要有两种，一种就是中道，就是苦集灭道的道，就是八正道啊，一个中道就是八正道。那么如果我们从八部中道来讲，那么中道就是什么？中道就是缘起无我，或是四谛。那么有一些啊，你会看变得中道，后面就是修道的次第，就是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那我们来看哦，大部分的人啊，
那有一些，如果你讲八部中道的中道，它基本上就是缘起无我，就是缘起无我，见缘起正无我，啊，那么正中道就是见缘起正无我。那如果一般的来讲，那么他把中道也放在苦集灭道的道底下，道地底下就是八正道。那八正道啊，正见，那正见就是要先离两边的了啊，正见、正思维。这个正见从哪里来呢？从善知识来，最大的善知识当然是佛，啊，或是佛弟子，佛跟僧，佛及僧。那现在多了，现在还有经典，啊，经典啊，录音带啊，网络啊，这些都可以听啊。那么基本上就可以让你升起正见。那以前没有，以前你一定要跟人，因为以前没有录音设备，没有录影设备，佛讲了你不在场听，你就。人家转述可以，但是还是要有其他人跟你转述。转述的人很多都是佛弟子，啊，所以要皈依佛及僧就是这样，以获得正见，以获得正见。那现在不用了啊，现在你在网络上啊，在手机上，在其他经书上都可以听到、看到，升起正见，可以引发你的正见。但是，因为你看到的、听到的不一定是正见。你看到的、听到的不一定是正见，但是之前你听佛以及佛弟子，佛弟子不一定是，有些佛弟子听了佛之后，然后去转述，他也转述错误，啊，这在《阿含经》里面也有，但是佛讲的一定是正见，不会有错，啊，但是佛弟子里面圣弟子也一定是不会有错，所以佛即僧，这个僧主要是指贤圣僧，啊，就是僧是指和合众，啊，那和合重点在它理和合，啊，不是四合而已，它理和跟法相应的。那么，所以你皈依佛跟依僧，你才能够依法得正见。依法得正见，你看主要是要起正思维。很多佛弟子听了佛说法之后，他起不正思维，他也没办法得法的利益，他就没有办法依正思维而起什么正语、正业、正命。依这个法来修正他的身心、身体的行为、正语，他如果依正见得正思维，他一定就会有正语、正业及正命，他不会有邪命，他不会有错误的身口业啊。那么这个口业，这个是意业，这个是身业。身业他一定是不杀、不盗、不淫；口业一定是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那么他不会有错误的生活方式，啊，就是邪命啊，在家的邪命跟出家的邪命不一样，啊，出家的邪命，就是啊，为了要好好的过生活，过好的生活，那么做一些错误的行为，比如说去买卖啦，啊，然后去赚钱啊，去干什么，反正就是为了只是要过好的生活，啊，那么这个在家的就是。你做一些会伤害众生邪见的生活啊，比如说你去算命啊，啊看风水啦，啊，然后这一教经里面讲的啦，啊，就很多种这个有在家的疾病上，比如说啊你杀生啊、打猎啦、啊贩毒啦，反正这种比较会伤害众生的、障碍众生生命的、生活让他困苦的啊、骗人的啦，比如诈骗集团的啦。啊，或是让他引发邪见的啊，这些都是错误的。那么之后，就是你以正见正思维得来的佛法，会表现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这件事做了会伤害别人的，那么你决定不去做；这个话说了会误导别人的，你绝对不去说。啊，虽然有钱可以赚，虽然有名声，但是你就绝对不说，啊，绝对不去做这一些，啊。然后就是不会显易惑众啊，不会颠倒乱说这些了，只是为了增加你的名声，增加你的利益，他不会去做，因为你由正见正思维得来的，你发现此有故彼有，啊，你这样做了之后，你后面就会怎么样？你现在造了这个业，你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因缘果报？所以你绝对不会去做这些东西，你就会有正语、正业、正面。然后之后，你再依正见正思维，那么表现在日常生活里面的，就这样安定了之后，你才起什么？正精进、正念、正定，你看它的次第是这样哦，正精进，就加行用功，正念、正定，
那我们都没有，我们也没有证件，你也不晓得佛法是什么，缘起是在讲什么，什么是无我，这个你通通不知道，那你根本就也不去思维啊，那正以正业正命啊，你也没有注意，你就开始精进，然后正念正定啊，然后比如说一句佛号啊，一个咒语啊啊，那是或是啊一个手印啊，反正你就这样修到死，然后也许会因为你专注念这个，也会有定，也会有定，也会引发神通，但是绝对跟道不相应。那么很多人没有正见，当然就没有办法依正见起正思维，没有办法依正思维而有正语、正业、正命，开始就精进，就以为他是正精进了，然后就专一修一个法，他以为是正念，然后这些外道也有，外道依他专注专念啊。这个就变成啊专念啊，一心专念啊，也可以啊，就念一部经，念一个咒语，念一个佛号啊，然后他一样会得定，一样会引发神通，一样会有感应，但是感应是跟感应，他绝对跟法不相应，不是佛法里面的要的啊，所以这个不是在八正道里面啊。那还剩下很多的人，我就说没有正见正思维，也看不见他正语、正业、正命，他开始就从正精进、正念、正定就修，然后就这样认为他就可以要得到什么呢？这个一定是错误的啊！所以什么都不知道就要去闭关，关起来做什么？他也修行，但修什么行？修的是佛教里面的中道行吗？不是，他连无我都不知道，缘起都不知道，他怎么关得来？他心专注的时候他关得来吗？他要关什么？他只能看见佛，他就追求，他就以为啊，他跟佛相应了，他看见佛，可是他看见的真的是佛吗？不是佛。所以这一点应该要很注意，很重要，因为大多数的不用功的就跟世间相应，不用功的就跟世间相应，着重在五欲里面，色身香味触，用功的呢，没有法，无意相应，都跟外道相应，顶多最多做什么？做仙人，做五通仙人，啊，这个是最好的啦。那么如果他再跟邪见相应，他就可能会堕三恶道，啊，邪见就会让你堕三恶道。你虽然持戒修定，哦。但是你邪见相应，无意相应，它就会让你堕三恶道啊！这个要很注意。所以他说，佛欲把此两边入于中道，让他们啊知道这个中道。所以说般若波罗蜜经。好，再看第十二个，分别法生生法生供养果报故。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如舍利塔品中说。好，我们先来讲这个生生法生这个观念。我们知道现在啊，有所谓的三生、四生，那主要是三生啊，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圆满报身卢舍那佛，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这个是我们最常说的啊。那如果有四身，那是从法身、报身、化身啊，那么再延伸出来的啊。有的从法身里面啊，那再分别两种身，自性身、法性身；从报身里面啊，那么再分别两种身，自受用、他受用啊；从化身里面再分别两种，烈相、烈应身跟圣应身啊。好，那如果仔细讲起来，就有六种身了，啊，但是一般来讲，四身或是三身啊，法身、报身、化身。那我们来看《大智度论》里面的，我们说最早《阿含经》里面其实只有两种身，《大智论》里面其实也只讲两种身。我们把《大智论》里面讲的有关两种身的关东西啊，都给它写出来，让大家知道。啊，《智论》啊，卷九的时候啊。卷九，
他讲到有两种身，一种叫做法性身，一种叫做父母身身。它其实都是两种而已啊，这两种也可以变成三种啊。那三种又可以变成四种，四种可以变成六种啊。我们看啊，那眷识啊，又讲到两种啊，叫做神通变化身、父母身身。父母生身，这个就是业报身。父母生是业报身。好，那么卷四十的时候啊，这里面啊重复提到这两身，但是名词不一样啊。一种是生死肉身，一种叫做法性神通法身。好，这里开始有所谓的法性身、法身的概念。法性神通啊，这里是法性身，这也是神通变化身。它这个是法性神通，法性神通法身。那一般我们讲三身，基本上啊，就是变化身，它就是化身啊。一般讲三身啊，一般讲三身，法身、报身、化身。那法身啊，一般来讲，有时候又分自性身及法性身。自性清净的啊，法性是功德法身啊。报身啊，又他受用啊，自受用的。他受用跟自受用。化身啊，烈印身跟圣印身啊，比较殊胜的。应化化身叫做应化身，有时候叫变化身，啊，应化跟变化啊，其实圣应身跟烈应身，烈应身就是啊这个身体啊，基本上就是使烈应身。那大圣跟小圣讲的又不太一样，啊，比如说部派里面啊，那基本上这个身就是。就是业报身，那佛陀他会变化成其他的人，那个叫化身，啊，如果大圣里面就是佛陀也会变化做其他的人去度比丘度什么啊，这在《阿含经》里面也看得到，啊，佛陀所变化的，那么这个也是化身，但是如果大圣里面佛陀这个身体就是悉达多从小到大这个身体，他就叫化身，啊，那所以。观念理念不太一样啊，那我们先来讲这个，把这个讲一下，讲好就好了。那在卷六十里面，就是我们把它里面所说的都拿来看啊，然后了解到啊一些不太一样的啊，那一个就是生死肉身是一样的，它底下它又说出三界不生不死，法性生生啊，出三界不生不死。法性生生，啊，因为这个法身的概念其实有一点点复杂了啊。那《阿含经》里面的法身其实是很简单，就是功德法身，啊，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啊，就这样而已啊，就功德法身。那以法为身啊，那通常法身是不可见的了啊。那卷七十四。卷七十四，它一样啊，它是这个生死肉身跟法性生生，好，如果我们从今天来看啊，这个法性生神通变化生啊，就是我们说的化生，法性生就是神通变化生。就是法性神通法身，这个就综合起来讲了。你看，法性神通法身啊，化身法身其实是一样的，它这里是一样的哦，啊，就是它就是两种身而已了啊。那后面呢，我们就把它变成三种，那么它就是出三界不生不死的法性身身。好，
那么这是大智度论里面在讲到啊，所谓的法身。那他这里说到啊，我们看一下，时间到了，他这里说到这个分别法身生生供养果报故，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好，那这个我们下次再讲，因为他这里在说，这里我们先讲一下，这里主要是在说供养法身跟供养生生。供养生生是以供养舍利为主，供养法身是以读诵受持书写为他人说般若波罗蜜经为主。那么这个是法身啊，那因为生生是由法身所成就的，舍利之所以有人供养，是因为释迦佛的舍利之所以值得供养，是因为他有法身。他今天如果没有成佛，那么他的舍利就是他的遗骨，就供养也没有功德，也没有人要去供养。今天他之所以供养舍利有功德，主要是因为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啊，那么证得这个法。那这个法从哪里来呢？从《般若波罗蜜经》来。所以供养《般若波罗蜜经》的功德比供养佛陀的舍利功德大，也殊胜啊。他在讲这个，所以要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因为舍利之所以有功德，是因为这个舍利的人，这个主人啊，那不管是舍利佛，是目犍连，是阿难啊，他的舍利都值得供养。释迦牟尼佛、迦摄佛、燃灯佛都值得供养。他为什么值得供养？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得般若波罗蜜。那么般若波罗蜜怎么来啊？那么由别人说。那么到大乘的时候有书写啊，就是有六法行、十法行啊。所以他说，如舍利塔品啊。那么里面讲啊，这个我们下次再来说。好，那因为时间到，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